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白鹿洪台这扫过南台湾，高雄今明仔载可能阁有洪台要来形成咯，拜四就会开始影响到台湾。在菲东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，那这个热带性低气压未来有逐渐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。那它如果基本上是比较偏西来移动，那慢慢可能会进到南海这里的几率是最高。那在星期四、星期五之后，它的外围云系会带来台湾这里比较多的水汽，所以到时候在南部跟东南部地区下雨的状况会变得更加明显。这个杨柳洪台对台湾的影响要观察。啊，今仔日的天气，因为环境的水气也是偏低，台东甲恒春半岛也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，其他地区是多云到好天。